大家好，我是善良的贝儿，美女与野兽里出来的贝儿公主。嘎咚！哇，怎么样，我的礼服漂亮吗？贝儿非常喜欢读书哟，那么来读书吧。这个既然不是书，是一个笔记本啊！Hello， 哇，这不是贝儿最喜欢的红玫瑰吗？哦，是野兽。哦，你是野兽，这么说就是我的王子了哟。王子殿下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哒哒哒哒哒。